初次在梦魇中挣扎，醒来后长夜难眠。你家中姐妹几人的命运会因为一位男子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还我儿子命来！我们罗家必得交出一个女儿，同我儿子下葬，以命配冥婚。镇守将军徐成峰，谁敢造次？搬运尸体的人力量不足，很有可能是一名女子。爹，我就想跟你父亲做伴去吧。他们为掩盖自己所做的事情，居然对我痛下杀手。血肉被毁，却有一味药可以，便是心。你既然无法回去，又换上我妹妹的脸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沈家的。我这百多换面之后第一次见你，当然要送一份大礼。偷人来，我说过我护你周全，就一定不会食言。只要我们携手破局，就另外画面。立 TV 历史线上影视。